三行全都是卖蔬菜的，这蔬菜都非常的便宜。这大红萝卜多少钱一斤呢？1块了。啊，1块了，可便宜了。大葱呢？一块。葱也1块。啊，这还够早的呢。这小栗子多少钱一斤呀？10块钱4斤。啊，10块钱4斤，这小栗子。点头吧。这边这大的多少钱呀？大的6块。啊，6块。啊，上去也是6块。这土豆咋卖呀？10块钱8斤。啊，这么便宜呀、啊！葱头也不贵吧？葱头7斤。啊，这大的红薯咋卖的？多少钱一斤呀？8斤。大的10块钱8斤。啊，真叫便宜这大的啊！啊，这一大颗都买没了。您这花生是现场现摘，多少钱一斤呀？3斤。啊，10块钱3斤。您这石榴咋卖的呢？论个呗。论个。啊，10块钱。这大葱头多少钱一袋啊？10块钱一袋。哎呦，这大葱头都10块钱一袋，这便宜、啊。看这大堆葱头，10块钱一袋，超级便宜。您这苹果咋卖呀？4斤的3块的都有。啊，4斤的3块的都有。看这大红苹果多好。嗯。这都我们。这都是城乡卖你。各家产的，2块3。啊。城乡卖2块3，都是各家东西，是各家东西就是便宜，肯定的。豆腐3块，豆干6块。10块钱5斤。10块钱5斤。这大窝窝真尿大，这得有多重？不得30斤呀、啊？没有，没有，20多斤啊。26斤，30来斤，哈哈。这小枣10块钱2斤，还挺便宜，还有6块钱1斤的。冰糖葫芦多少钱一串啊，大哥呀？4块。您这冰糖葫芦不漏卖，上午是卖一阵，下午卖一阵哈。要吗？不要。看这小孩买糖葫芦的都排队买。上午就刷过去了啊！你是不是买糖葫芦也卖火了？来一个。看这里边买糖葫芦的人特别的多。今天的芋头大地，谢谢大家，就逛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